不值钱啊，设备东西不值钱，设备不是设备吧，我去，别看有他刚才来着，咋回事吧，我算了，不知道往前排的车怎么办了，第二个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就是一个这样，这个行李的高处啊。就这个，一般行李交了以后必须得提货。哎，你走好必须提货，你不提，所以我老板过了一年才去提。颜色吃的可好看，这里哪个颜色太漂亮，这也就漂亮，但别往里面动，还真不漂亮，真不漂亮，这压力升得很满嘞，这压力还没上来呢，有事好，压力马上到了。好，一会儿到了。对啊，一会儿就到了，就什么？不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啊，那还行。外边可以自动拨点啊。就往这边，就自动拨点。这个啥呀？这个啥？小一个。